大家好，我是孟哲，我是孟子。想问什么？终于等到今天了。真的，真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还是跟一年前一样，好帅啊！我一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真的觉得就是有十足的仙气，然后我觉得很像仙女。就想说，就手机关机，跟大家讲说三天不要打给我。让大家好好休息。对，对啊。然后我昨天还在跟他开玩笑说，以后有身边朋友要办婚礼，我知道了，绝对不会跟新人讲说，记得今天要好好睡，好好睡觉哦，早点休息哦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。然后当新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只会有一个想法，就是说，我当然知道要好好休息啊，但我只是没办法。请问你是否愿意作为许孟哲先生的妻子，在从今往后的日子里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你都会永远支持他、照顾他、陪伴他，且爱他到永远。我愿意。